各位大家好，小弟欢迎各位来到小弟频道街。今日朝早礼拜二，咁就小弟有经过呢条街，叫做吴家祠街。各位，咁小弟企喺度啊，系五雅路啊，咁一边咧系个吴权街同埋红磅街同埋黄鸿街。各位，以前度啊系红黄街啊嘛，系拉长噶。咁就啲紅黃街啊，加引誘啊，切翻兩段啊，各位，一邊加變成係啊紅黃街，一邊叫做紅黃街個位。加引西貢講真啦，都好多嘢改變啦。最改變多係啲街路名路，全部都改變咗好多個位。好似啊幾位外僑啊喺外國住咗幾十年，咁就好似冇翻啊家鄉喺越南。加引見到越南講真啲城形啊、啲景啊，又改變咗好多個位。啊，小弟企嗰度啊，係有呢個公園啊，各位。啊，個公園喺度啊，係叫做啊文浪公園個位。啊，小弟走緊呢條街叫做啊吳家祠街個位。啊，嗰度小弟都見到好多啲窮人係坐喺馬路街邊咁樣等啊。啲民長軍俾嘢，咁就嗰度小弟見到好多柱啊，喺度近個學校個位啊，對面小弟有一個學校嘅中心個學校叫粵文叫做朱翁嶺個位啊，小弟喺度啊，有一個教堂啊，小弟嚟到度拍下視頻度介紹呢個位睇下呢個教堂。個教堂小弟見到好多窮人啦，係喺出邊個門口嘅教堂啊。個教堂啊，係以前係好舊啊，家陣又修整翻啦，咁樣望啲教堂靚啲個位。個教堂喺個公園係叫做文浪公園一個位。嗰度俾咗嗰啲啊叔叔啊，同埋而家走個工藝車啊，幾叔叔坐喺度，而家啊吹涼啊、唞涼啊，咁啊各個邊喺度啊，喺個教堂。各位喺呢個教堂靚唔靚啊？呢個教堂係啱修剪翻啊！以前呢個教堂係好舊，咁就家陣又整翻修理翻，家陣見得呢個教堂咧又好新淨個位，同埋喺度而家有整個嘢維持曬啊！以前度啊係人家冇整嗰啲鐵枝喺度咁樣噶，咁樣人家嚟入呢個教堂一邊咧。咁啊坐啊玩啊，變成好邋遢好邋遢咁樣家陣啦。呢個教堂啊，人家又整翻咗啊，整位置咗個位啊，變成啊乾淨啲啦。呢個教堂啊，夜晚啊同埋朝早啊，係有啲人係信教嘅，咁樣佢哋嚟到度啊做禮啊。小弟嚟嗰度，入邊係有拜耶穌啊，有幾位都喺啲出邊嗰個一個花園嗰度坐。花園入邊有嗰啲叫做嗰啲凳一個位，咁又幫耶穌講心事啦。好似有乜嘢個環境啊？生活啦，有乜嘢困難啊？又喺度咁啊，幫耶穌祈禱。呢度係個後面嘅教堂個位啊，小弟走一圈咁啊，介紹下個教堂俾個位睇下啊，教堂好靚啊！
啊，都有好多人喺出边坐喺个边边嘅教堂度，就咁啊推凉啊，休息嘅各位。啊，小弟见到好多啲工艺车坐喺度等等客。啊，越南家阵好发展，系有啲机动车，各位啊，有机动车等载客噶。以前咧系人家有啲车啊，呢两碌车系载客噶，一大部分咧系老人家做公务员请人家先系走啲机动车载客，仲有家阵唔同啦，嗰啲后生人啊。都是走啊，叫唔車撞客添個位。啲教堂係有好耐啦，各位。以前度公園喺度啊，係好複雜啊。夜晚嗰度啊，係有雞企喺啊街路咁樣。但係家陣又好啲啦，唔似以前。以前喺嗰度呢個吳家祠街度個位，咁啊兩邊好多啲雞啊。咁啊，佢喺马路边夜晚黑掹掹咁样啊，帮啊客去玩。啊，小弟岛度有个酒楼，个酒楼个名叫做阿都加，各位。啊，酒楼好靓。哇，又大又靓！嗰头小弟都见到好多人家运动嗰个位，啊，企喺度有几多只喺度企紧呢个位睇劲舞，嗰啲佢系啊光黑去了啊！以前讲真呢度好多啊。哦，啲雞好多，以前家陣又少翻啦。不過以前佢咁樣咧，係東安館同埋東安竹啊，嗰度有一個酒樓個位。啊，小弟你啊，介紹呢個酒樓阿都加俾各位啊睇下。啲酒樓小弟見到好大好闊啊，或者酒樓啊，啊小弟都好見到啲人咧，好少請呢個酒樓。嗰度只系见几多啲汽车，而家摆喺度。啊，小弟经过嗰度啊，有嗰啲鸡啊，但系咧大部分咧，小弟见到嗰啲年纪大多，差唔多四十岁打上嗰个位，咁啊企喺度坐喺个街路咁样，见到小弟望小弟见到都惊。啊，小弟到度啦，呢度叫做圆圈个阮志芳。啊，阮志芳喺度啊，个位好似转入左边咧，又出翻去呢个阮若街、陈兴道同埋第八运，仲有个位好似转翻左手边咧，个位出翻呢个怡心街。啊，个位走直噶，都系啊，呢条街叫做吴家祠街个位。中间有一个圆圈，啊，中间有啲嘢几长，小弟岛度系叫做街叫阮之星嘅个位，啊，小弟阮之星，小弟都有嚟到拍个视频啦，好似系。好似啲辣啦，小弟好似未去，第十群小弟未去，第五群啊小弟去多啦。嗰头小弟见到个姨姨啊养好多狗，啊姨姨紧瞓紧觉，啊呢个姨姨系整个得一个车系三轮车，咁样就咁啊几只啊啲狗猫啊，咁样又啊喺马路街咁样望好阴公个位。啊小弟企喺度。啊！介紹下，拍下視頻俾各位睇下，啊！而家養啲貓狗，
喵喵喵。喵喵喵。啊，依依拱呢个三轮车咁样，喺个马路街咁样啊，应该是俾嘢食噶，俾钱啊，咁就啲依依又啊去攞啊啲钱啊买嘢俾猫俾狗食。啊，小弟到到一条街啊，一条街系专系买嘢，系卖梳化、卖台凳好多个位。不過位見到冇好多梳化，因為佢哋賣梳化都好多價錢啊，佢高級啊又貴啦，咁又好似平啊，都有個位，平好似幾十萬啊，啲梳化幾十萬冇個位，好似啊係啊幾百萬一個梳化，啲大梳化啊，有啲細細梳化差唔多百幾萬都有啦嚇個位。啲沙發小弟見到啊，呢個細係有三個人坐，啊，同埋有兩張凳仔，又有大啲啊，又可以坐四個人。呢條街啊，吳家祠街啊，係專係賣沙發、賣凳、賣櫃。啊，譬如個位好似想買沙發、買凳、買台、買櫃啊，咁就個位都可以嚟到度。啊，可唔可以小弟介紹下俾各位睇下？呢度一個地址啊，係373吳家祠街第三鋪第十郡胡志明市。咁樣即係西貢啊，喺邊度賣梳化多啊？啊，第一最出名係吳家祠街，第二係後江街，第喺第六郡度個位。咁樣嗰度係專係賣梳化賣嘢。啊，小弟見到嗰度有間寫一個價錢都有個位啊，小弟幾度拍下視頻俾各位睇啊，個位度小弟見到啊呢個 sofa 佢寫個價錢係650萬啊，有啲係590萬都有個位啊，啲係有入邊啦，590萬啦，嗰啲係台個位。一張台咁樣有四張凳，仲有呢個 sofa 係560萬。個位啊，認為貴唔貴個位？有咩個位俾小弟意見？啲色衰小弟見到好靚嘅，佢都好多款型。啊，入邊仲貴少少個位。啊，入邊有兩個 sofa， 一個係690萬。一個是850萬，我頭先係見到好多賣嗰啲啊櫃啊，我喺入邊呢度啊，入邊個鋪頭啊，我小弟見到係賣個價錢咧係1000幾萬個位啊，1190萬。哦，小弟見到佢哋都賣好多個價錢。啊，小弟又再現翻啦，咁樣都吳家權街啊，咁就兩邊街路啊，係專係賣梳化、賣台凳，同埋好多啲銀行。啊，各位好似需要乜嘢，又可以嚟到嗰個呢條街啦，吳家權街各位。嗰度小弟見到有個醫院啊，呢個醫院係醫眼西貢醫眼。呢、这個吳家權街啊，到嗰度啊，係小弟見到路街好闊嘅個位，啊個路街車走喺度，佢闊有個闊度啊，係25碼個位，仲有計兩邊咧，啊呢邊啊行路邊呢個位，咁樣嗰度啊係闊差唔多有700碼，我頭先係見到賣好多櫃，啲係木櫃個位。哦，呢度班呢度賣係木櫃同埋鐵櫃好多。呢度小弟見到好多台凳。
小弟土豪街叫做和好街。啲和好街同埋吴家权街道嗰个位置，小弟有见到一个铺头卖嘢食。因为小弟见到佢写系卖河内个嘢食个位置，佢整个款型好似河内一样。小弟到嗰度啦，嗰度小弟又见家专系卖嗰啲凳个位置，啲凳系好似俾啲文房所同埋啲人员啊，嗰啲接拍噶咁样系坐啲种凳个位置啊，啲种凳小弟见到都好多款型啊。小弟到度见到一间庙，一间庙叫做啊凤餐祠庙。一间庙系一间屋嚟嘅，咁样啊成立系间庙，一间庙仔咁样一个位置。因为大十郡啦，都好多唐人住嘅。喺度嗰个位置系个巴士站啊，个位置好似啊有嚟喺越南庙啊。咁咧個位好似見到啲巴士站啊，喺個路街啊，係有黃黃色喺個地下位見到冇啊。咁樣喺度啊，又見到個牌係巴士站。咁樣好似個位有去巴士啊，有個位喺見呢度可以企等啲巴士嚟到接我哋。頭小弟見而家賣好多改凳，呢度有个三轮车一个位置，一三轮车是人家菜货，我度街市买啲台凳，咁样有三轮车咁样帮助。一路小弟见到间卖玻璃台，啊玻璃台好靓。呢小弟見到人家賣沙發個位置，沙發嗰度啦，有人家訂咗貨啊，嗰訂咗沙發啊，咁樣呢度啊，三轆車人家又再啊，再到屋個位置。嗰度小弟都見人家賣一啲好多嗰啲啊沙發，哇，幾靚，好多款型個位置，往高級嗰度賣係一大問題。啊！佢哋啊，喺见小弟嚟到啊，咁佢哋见到客嘛，咁佢哋都系问下嘅，入边都有 sofa。咁喺出边度啊，呢个铺头啊，小弟又见到个叔叔啊，啲叔叔啊都系在货啊。咁啊，叔叔啊走啊，啲机动车系两轮车，咁就后边咧，佢要安咗啲棍啦，啊，变成可以啊，遮嗰啲沙發啊，即係嗰啲台凳啊，上喺度咁樣，啲叔叔幫助。哦，小弟而家見到埋沙發都靚個位置，小弟見到嗰度幾多人，人家在貨啊！嗰度小弟見到加埋啊，化妝台都有個位置，因為專係賣櫃，賣化妝櫃、化妝台同埋啲櫃啊，即係定時機上去一個位置。
同埋喺度，而家有且系要求你想整嘅款型嘅，就帮你整得。喺度有埋嗰啲台啊，系俾学生读书嘅位，都叫做学生台。小大嫂度叫做永遠街，我度小大見而家有埋嗰啲台凳，係木你個位，木台木凳啊，頭先係見到好多款型啊。嗰度有高屋叫做一齊住嗰啲屋個位，好似一屋大咁樣，咪佢又整好似一公寓咁樣，咁好多每人一層住咁樣一個位。小弟今日講少啲一個位，因為小弟拍多啲嘢俾個位睇啲，好似拍嗰啲而家賣 sofa 賣台凳，咁啊俾個位睇下。我同加埋好多嗰啲凳。有啲凳小弟見到好舊啊！人家好似遮出邊馬路咁樣啊，俾人家見到嘛，咁樣去擺到啊，嗰啲凳喺度，佢個腳凳啊，生曬石個位。到度小弟見到啲鋪頭賣啲梳化好靚，好高級。啲沙發唔錯，個位好靚。對面就一個位都係專係賣好多啲沙發嗰啲台凳。今日小弟嚟到度咁啊，經過呢條街啊，咁樣就幫各位介紹一下。沙發好靚個位。因為他們賣梳化賣年尾是最好賣，因為年尾人家租屋嘛，執屋咁有乜嘢舊爛而家一掉，咁樣而家又買新翻嚟用，咁樣喺度啊，個年尾啊，佢又好賣得，啊梳化好靚，好高級。小弟到街叫做陳恩尊街個位，呢條街可以出翻呢條街嘅經營王啊，同埋遠澤街都得個位。到小弟見到一個鋪頭係賣賣點心、賣蝦餃、燒賣，
但係小弟見到好似係柯南人賣嚟嘅，柯南人整嘢食，講真都唔係，好似華人整嘢食。小弟出翻呢個圓圈，啊，呢個圓圈叫做麗紅峰街啊。小弟到度叫做麗紅峰街，一個圓圈。咁啊，個位好似走直噶，又出翻呢個李太祖街，同埋喺度有條街添，都有頭頭條街叫做城邊府街，啊，都有頭頭。咁啊，我哋個位好似有去出翻去啊平潭嗰度啊。去平阳啊，去边和啊，又可以出呢个天府街个位置。啊，小弟啊，拍视频到暂时停啦，咁啊，小弟再拍新个视频啦。咁就小弟约个位置新个视频啦。咁有个位啊，见到啊，小弟好似讲话啊，讲粤语讲同话有时唔系几准啊。咁啊，就讲话甩甩甩，咁有个位置包容小弟啊，因为小弟讲真都唔系识讲同话好多。咁啊，小弟都好想幫各位學習，幫各位分享。咁又小弟講真係好多錯噶，咁一個位幫小弟包容啊。咁啊，小弟都唔該曬，唔多，好多謝各位好多。咁啊，各位見到小弟個頻道得意可愛，咁樣又好笑，意思係訂閱咗各位。咁又小弟再見各位新個視頻啦。小弟敬祝各位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工作順利。跟住小弟又再見各位。